好吧。射手学习一下不行啊，射手学习啊，鲁班后羿就躺。鲁班后羿就躺，他选了这种名字，你敢选吗？你不要搞好吧。我方禁用英雄。我今天有点小慌慌。升荣耀啊！哎呦，不想熬了，熬不住了，好不好？小孩子长身体的时候，熬夜的话会长不高的。懂意思吧？他玩中路，我玩哪里？他也玩打野，那我玩边路。玩边路玩谁？我要玩一手起 A 叫，叫 A 起，乘风破浪，浇住人，懂意思吧？OK， 上厕所。我方挑选英雄。轮到敌方挑选英雄。我方挑选英雄。还剩五秒，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自由的心放飞在风口浪尖。我以为我是辅助，如果我是个师傅，别认问题，这很难。八个是人，开玩笑，我二级了还不跑？生活和滔天巨浪，这是你能反的吗？聚光于弄潮儿的冲浪板，还在蹲，请求集合一波，要不去刚他一手。对海的诱惑缺乏抵抗，做事情啊，过分了吧，偷我个药走。不行，我现在没伤害啊，我带的是那个肉母，就是太多了，我的清明眼嘛。好清明好慢，人拿暗战不就多了？飞越鲨鱼群的头顶，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体验。
哎呀，我真的是求生欲强。这个牛魔也是真的会，他螺旋挡我的那个大招，好吧，这个是会玩的，有点东西，不错。自由的心，放飞在风口浪尖。那太低了。他们炸了呀，哪个霸王军我们就来扛啊。哎呀，这一波打收割完美，阿爷死了，不急，那我们再先把那个破甲给做。我觉得我不需要做暗影战斧的，咱们直接做那个吧，直接做紫色星锤。我做暗影战斧也没什么伤害。太混乱了！啊，我感觉别人又要来抓我，你直接射星锤。发起进攻，缺乏抵抗。我破甲没什么用。比较帅。有个大招，知道我们过去，要开始讲道理了。开始撤退。打飞好多人呢。哎哎，小心小心！啊，我卡这边好作用好大，他们这个拿我没什么准，反正我带着肉铭文，他们也很难打我，啊，就有点作用了呀，我这个肉铭文。收到。你最好是开大之前一定要叫个二技能，因为你二技能按在手上的时候，你按普通攻击是回复你大招 CD 的，懂我意思吧？你所以说你起手连招一般都是二技能，二技能开大招，过去 A 强 A。自由的心。能抓你吗，兄弟？不管要死了，这一脚，居然没管他。这一波来个冰心，开始撤退。因为你开二技能 A 普通攻击，这人干嘛？准备越塔强攻。干嘛、啊？我怎么看到某个主播的影子？这个关羽，好吧。某个知名主播好像这个关羽水平跟他差不多。好，我们退塔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打得死我？收到。这么痛的吗？这个人？打了我很多暴击吧，但不可能掉那么多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太自信了，我又浪了，直接开大招走不就完了吗？我居然想反杀，可爱。那个人好像叫什么大。飞越鲨鱼群的头顶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体验。没事，稳稳好吧。我再跟这个达摩混。那一波没操作成功。自由的心，放飞在风口浪尖。兄弟，哎，他们少人了，哇，少人打赢了，这一拉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有个大招，阿摩，哎，小心，我的朋友，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体验。送来一首歌，一波，
欧哥姿态，我来。哇，可以！你要笑了，朋友。哎呀，笑个鬼啊！快跑！开始撤退。给你吃口零食。自由的心，放飞在风口浪尖。电刀会不会很厉害？开始撤退。都没了。生活和滔天巨浪，这种鱼正潮儿的冲浪板。啊，虞姬动一动。接啊！看鬼谷子在后面有个大招是怎么接不上来的？我们这边能冲的人这么多，就强行把我给卖了。感觉船上我找到机会随便开啊！弄潮儿的冲浪板，我们这边机动性这么强，你肯定找到机会随便开。开始撤退。啊！收到。有个主宰了没？请求集合。请求集合。开始撤退。开始撤退。有种无可奈何，叫崇拜者太多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哦，
忍帅开始撤退，你又死了，开始撤退。生活和滔天巨浪都提供于弄潮儿的冲浪板，难呀朋友。有种无可奈何机会叫崇拜者太多，啊，我思考一下，清理兵线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飞越鲨鱼群的头顶可不是人人都能够体验。开始撤退，组织较大，哎，你别，哎，有个人回去了，你鬼谷子真的是有种无可奈何，开始撤退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生活和滔天巨浪都鞠躬于弄潮儿的冲浪板。别打！拉不到人撤，哎呀，不要搞！对海的诱惑，发起进攻，缺乏抵抗。问题不是很大，我卡他们中间，他们好难受啊！发现了没有？他们打复活甲一刀一补，应该问题就不大了。控制太多，然后他们就不好杀我。我只要挡在我们这个虞姬跟法师面前就可以了。鬼谷子有点瞎搞啊！啊，稳住应该没问题。飞越鲨鱼群的头顶，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体验。那边会不会有人？阿嬷肯定不敢踹我，踹我没意义。我这边单带是最安全的，别拿我没什么办法。蓝 buff。开始撤退，滔天巨浪，清理兵线，用于弄潮儿的冲浪板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，把杀了。我去，有两刀，给了个大招，同样，他这边全躲了，给了个大，咬了，能起来吗？校准。发起，不怕，扔着波兵，发起进攻。OK， 好强。阿布拉兹，等我扛，等我扛。进攻敌方防御塔，借鉴。发起进攻。
是人人都能进行。举杯。寂静生长。哇！算了。有个复活家起来估计也是死。哎呀，这最后两下怎么没？不敢打，哎呦，最后两下真的是难受啊！我刚刚没有备战波甲吗？那个一经打到他，他也得死。有两下，完了被控了，完了。开始撤退。你要顶了一下。我为什么要出破甲？因为我感觉对面都有破甲。开始撤退，等我集合打团。能等啊，等法师啊，开始等法师，等法师，你还等法师有能量？法师出来的时候只有一格能量，你不要急着打，趁他出来你就稍微等一下，等对面丢一下技能什么的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，兵线。别真的要追啊！哎，开始撤退。我真的服了。开始撤退。开始撤退。还可以。开始撤退。好了。开始撤退。把这个鸟点了不行吗？一技能点这个鸟好吧。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硬是摸不了吧，只来来回控，拿个名刀大刀丢不出来，大刀一抬手就这样那推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技能全部有了，难受。发起进攻。自由的心，放飞在风手浪尖。我最后一波了，机会，这。哇！弟弟，请求集合。好几机会了，小心！晕倒了，必须死！发起进攻，兄弟，往前冲，带个兵线。是的，跟我吧。开始撤退。开始撤退。对海的诱惑，所有人都在。缺乏抵抗，请求集合。怎么打？我没兵线。请求集合。没兵线怎么打这个？别！请求集合。啊，这个。开始撤退。兄弟，没兵线带一波上不去。开始了。有种无可奈何，要崇拜。别知道他在蹲。那么远啊！发起进攻，拉倒！请求集合。哎，你这背后拉我们人不齐，你怕是个妖怪吧，朋友？我们能不能赢，我不知道啊！我起，我脚盾。哎，我想找我大招，脚盾阿起，打他！是狗咬叫个盾，我不找我一剑花，阿起阿起，我不找我反手过去打我。小盾他大招空了，闪现接大漂亮，太难了吧。
六个星，六六六 ，MVP 理所当然。来来回回的，这么强吗？一个竞赛了，竞赛下播，快下播。今天打了几个星啊？今天40个星，打40个星开播，打到46个星，明天51颗星，搞定，好吧。我的单排之旅就到这儿，懂我意思吧？拜拜拜拜拜。再来一把，已经竞赛了。再打5颗星，我的使命就结束了。我看看那个荣耀王者长什么样。他最强王者，原来荣耀王者是这个图标，他现在最强王者是这个图标。那荣耀王者是哪个图标？看一眼，就看一眼，好吧。好，谢谢绝代风华佳人，谢谢你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我不想再来一把了，我每次来一把你让我熬夜熬到明天，熬到明天 每次7点半开播的时候人们很不在状态，好吧。怒冲51星，看一下战绩啊。后面好像我发现我到深夜的时候状态好一点，基本上后面就是赢就是 MVP。 狂铁输了太可惜了吧？为什么输了？哦，梦琪被别人封筝了。梦琪这个版本，哎呦，肯定要改的。这个梦琪太打得太委屈了，好吗？他只能欺负一下战士，对面有个射手根本就玩不了。放心，明天上不去的。我要是上去了怎么办呢？你怕是个妖怪吧？你是怎么觉得？干不动了。看你样子还想打好不？这个被你发现了，我感觉正是我手感正好的时候，我再打一把，行不行？19分不行，啊，要扛6分钟时间，还是不扛了吧？我们还早点休息吧。休息，早点睡，早点睡。你该上班的、该上学的还是人很多呢，懂我意思吧？是，省点流量，拜拜，晚安。别忍了，继续杀呀！你这个人怎么头这么铁啊？不打了。哎，你们别诱惑我好吧，总是有这么多人说，哎，还想再看你打一把。其实我是想打一把的，但是要干等6分钟实在受不了，我撤了。留在我的三草，我的何方，最后。拜拜，晚安。人在绝境，高上不到。我粤语准不准？朋友们，有
有粤语的朋友吗？点评一下我粤语准不准？来，可以。不准。好吧。说了这么多次晚安还没走，还不如再来一把。行吧，要不再打一把，再打一把四十七颗星，六七四十二，七七四十九，有道理，把尾数留在七，明天四十九，再打两颗星，我就上荣耀。来，再打一把吧，我还等多久啊？十九分，哇！尬等四分钟，讨厌。什么？对呀，四十七星再打四把就五十一了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也有道理。问凡，这要不去上个厕所吧？好吧。如此紧张，这不来个上厕所，我就上个厕所。你听了从前慢吗 ？OK， 那我们听一波吧。深夜要听深夜歌，从前慢。慢慢慢慢变成回忆，慢慢是这个歌吗？
假如我年少，又要等，别搞了。好了，迈向47颗星 ，Let's go。感谢 LY 他的王，谢谢你的出全民出王者出，谢谢。啊，给我各位云端云啊，谢谢这个听风者0909，这晚上为什么给我刷飞机啊？搞得我很羞涩呢。别吧，好吧。47，翱翔。要不来一首很稳很稳的英雄，免得节奏有变。懂我意思吧？你们表情包就不能更新一下吗？怎么感觉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张啊？原来看到还很灵性的表情包，现在一点都不灵性了。哎，这太灵性了吧！你别搞这一种，好吧，我很烦，好吧。你别来这一种，我很烦。搞点比较有意思的，一路走好。你们不要拿周笔畅随便开玩笑，好吧？玩鱼吧一片净土，瞎搞了吗？对吧？你也不问问人家周笔畅乐不乐意？谢谢张红发他丈夫啊，谢谢阿莲不慌，谢谢。我的英雄是有点慌，这个阵容讲大理啊，我们还是打把杨戬吧，好吧，打把杨戬出来，最近玩他比较稳，杨戬行不行？可以吧？我觉得行。OK， 漂亮，赢了，游戏声音不开了吗？开了呀，阿莲不慌。还剩5秒，玄策来一波。哎呦，我玄策打得不稳啊，有几个英雄需要练呢，什么关羽啊、玄策啊，这种需要练准确度的，没好好练呢、啊，这每天瞎玩，嗯，就突然有几个英雄很有手感，就多用一下，好吧。杨戬其实很强，就是玩的人很少，很墨迹啊，他那个打伤害需要手速啊。就二技能边丢边大招边普通攻击边一技能边斩杀，你那一套技能还是有点复杂了，好吧。感谢加油小龟苓膏，谢谢你，谢谢只为看张芬芳直播，谢谢你。不是说睡了吗？啊，再打一把呀，毕竟47颗星，77、49，49+2=51啊，给明天一个好的开始。差几颗星？差4颗星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OK， 我认真了。你怕是需要比较快。哎，这个盾山我一技能捅他，哦，他一技能可以，哇，他那个盾可以挡我的一技能，才想起来，很烦好吧？抓了个闪，漂亮。我跟谁打？我跟战士打一般都不慌，需要一点操作技巧。吧，效率清低，实力强二，抢完二级抢野怪，他就不可能抢我这个野来，我把充电线给拔了呀，影响我操作。啊，怎么这么卡、啊？哎，我手机怎么烫起来了呀？你怎么犯烫啊？这才是尴尬。哦，这是七个星野忘了。
压了一波，压力很大。哎，我手机好烫啊，怎么回事？我手机真烫。哎，我他妈要爆炸了！漂亮，我的兄弟，我就给一刀一拉，哎，漂亮。哎，这还有踩了一脚二技能，再给二技能，漂亮。哎，可以，我在这坑里面为他们呐喊，问题不是很大呀？他好怂啊！哎，他真的是怂成一匹马了。哎，他怎么不跟我打呀、啊？这个人，那这把不就稳了吗？你不要诱惑我了，这把稳了，你不可以再说了，对。哎，那你再打一打，不就48颗星？48颗星再打一打就49颗星，今天晚上你不就上去了吗？大仙，不可以的，你打一把好了，不要诱惑我。然后我很强，赢要有气势，输气质。他们炸了。安逸，哎，你不要，我好烦。大仙，你去反野，因为我线上打得很好，我往野区一走，肯定自己死了。哎，他不打架的这个人是玩什么呀？这个人，他真的是太稳了吧？这个兄弟，这样玩的吗？都要来抓我，我这肯定不怕，我在自己家野区好得很，好吧。有没有人来抓我？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来抓我一下吧！哎，没事做。有人来抓我了，我很开心。一拉一踩，这一技能一标记，一统一斩杀，二技能给大招，呀呵！给大招，给大招 ，A 一下，漂亮，绕一下，买个装备往那边走。他死了呀！你这想活下去很难的。A 一下，反手晕一技能捅到，呀呵，他跟这个塔合二为一吧，居然没有这么想，他被摔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对晕 ，A 一下，一技能飙到，能打吗？我有大招，哎，他也不跟我打了，他怂了，漂亮。他们是炸穿了呀，这怎么玩？8-0，我的天，47稳了。什么大仙怕被人家拿头，所以把头留在泉水里。他是个人才。赢要有气势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意思？你为什么可以这么逗？这还不逃，6分钟了，赶紧睡觉吧。这把不算，怎么可以不算？明显赢了呀，都不算那还玩个鬼。我被阴了，可爱。啊，这只有我死了一次吗？还有谁陪我？啊，这个辅助陪我。啊，这才是逗，他在草里面阴漏一波，我好气啊！尴尬，没事，小小的失误。好，谢谢发儿加油的这个飞机。好，没事。我不能给他们希望。来多大家最爱的尊严。有。我以为他会秀，他并没有。
让我笑他一波吧，然后打了我一套，我现在忍不了了，我要反手打他一套。你们怕是个怪物吧？特别的爱都给了我，我醉了，别搞了。哎，为什么都抓我？我那么好欺负的吗？但终究是大家的。来个人跟我一v一好吧？明明我找到花木兰那个机会，他这个一技能重剑，一技能重剑，二技能推开，我过去二技能打一套，包死好吧？好，机会，不要笑了。呀呵，这药是你的，大招，大招，呀，药是你的，哇！要卡了吧？在活着面前，你自信。啊啊啊啊！进来，大招，大招斩杀，大招，好吧。很尴尬，上中都退完了，就我这个下路这个塔没有推完。那我打完算了。哎，好了，我这波没有斩杀，但问题不大。吃口药，怎么样？你觉得我会死吗？不可能的，我有破军了，但必须爆炸。二技能蹲草，你慌不慌？反手眩晕，一技能挂倒，大招大招挖一桶，再大招再一技能，他干嘛？我活。啊！酷，一波了吧？快点结束啊！你这敢过来？结束了呀？什么鬼？十分钟游戏结束了？眩晕 ，A， 被摔 ，A， 哎。一技能挂倒，哎，我感觉很好。感谢，不可以再来一把，好吗？睡觉了，安慰，我走，再来一把，看什么时候。晚安，熬不住。好，是发儿加油的超大王星，谢谢。喜欢主播的点一波关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办卡，谢谢谢谢。你们为什么非要让我很默契的回到四十六颗星？好吧，问。现在是运气来的时候了，这么恐怖，明天晚上就要连跪了，输了也不掉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看看，哟呵，输了真的不掉星，有一道保命符。最好再打一把，对吧？再来一把，无论输赢。8864，最后打一把。
是输是赢都不许下一把。八个星，我方禁用英雄，不错，我的队友。好，谢谢丈夫的超大玩心。禁用英雄，他玩辅助，你看辅助都已经有人选了，对吧？禁用英雄，在那里，把明世隐给禁了吗？啊，对，把张良给禁了，我这样可以玩露娜，好吧？把龙王也不进了，龙王张良都行。哎，隔壁老王。敌方禁用英雄，我方挑选英雄。我怎么感觉放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但是我一刹那之间没有感觉到这些奇怪的东西是谁。谢谢阿发，你坐下。不是下了吗？不行，他们诱惑我，非要打一把，再打一把，对吧？赢了48。啊，龙王真的很可爱，这些人真的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感觉这把都要赢了，那看来要拿出我久违的一手射手打野了。轮到敌方挑选英雄，一手李元芳，稳了。需要我们节奏无敌顺，懂我意思吧？如果这个老虎会反野的话，会很难受。但我们有关羽在，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虞姬 ，no！ 轮到敌方挑选英雄。全得没空。有点爆炸，你看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稳定控制，好吧，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，就是没人可以开团。所以说假如说这一盘4分钟之前我们不是顺风的话，基本上就结束了，就从头到尾被人按着打，没一个开团英雄啊。你告诉我哪个英雄开团，没有，好吧，可不可怕？压力很大。这回就看我爱猫，黑猫爱糖果，能不能打起自己的节奏来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全军出击！给予破坏者正确的绝望。
真的一个空都没有，留不住人。我二技能放上，你看我一直在看着你。暴君一了没有？啊！开始撤退。不动，用剑飞刀。你居然不打暴君？刀刀致命！汽车集合。这个鸟在丢吗？看你一直在看着你。暗夜才是密探的主场。痛呀，丢个大刀伤害卡住啊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
二技能好吗？看着你，一直在看着你。哎，小本本上八卦羞答答，人生太复杂。没得玩，哎，没空。给予破坏者正确的绝望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看你，一直在看着你。暂时枪毙。阵容就知道玩不了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花木兰打到了，他们要送，他把花木兰送成个神仙了。给予破坏者正确的绝望。睡觉了。哎呦！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最起码还有个二技能可以玩一下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真的是玩个鬼，别人滑来滑去，我们这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小本本上八卦羞答答，人生太复杂。在看你，一直在看着你。小皮刀力不虚发。暗夜才是密探的主场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给予破坏者正确的绝望。暂时。Double kill! An ally has been slain!
架了呀，不架了。热七明天打了，这些人想输没办法，好吧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拜拜。不掉心不亏，这心本来是要保着明天用的呀。王木兰真秀，不关羽被按的这样打，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，再见。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，再见。